否则辟谣和月明辉恋情，左周发文单身谢谢。那天是聚会，还有其他朋友在。刘大锤爆料，时间管理大师是 Winner 月月月明辉，一晚上和三个女生见面，其中一个女生是参加过镜的女 idol 左卓，疑似在和左卓恋爱。两个人去年就被扒出了一起去云南玩，女方还在备忘录写着去爱人、去快乐、去感受。